之前会有出这种袖子，但是没有这么过分。之前比较小一点，我有买，看起来很有气势感。对，然后今年他真的就是做超有认真工作。其实是韩剧的女角，她一定主管或者在公司上班，她就会穿这种东西。对，而且她觉得超漂亮的。她这个地方是这样削下来，然后她这里还就是长了一点，然后这样子的感觉，把你包起来的感觉，非常像是设计师，对，设计师品牌的衣服。对，然后它颜色，我觉得它的颜色就是比较特别，因为他们一定会有一个这样粉紫色的，你可以尝试看看白色、白色。对，因为这个的话，这种公主袖像你的话，我觉得你搭短裙、短裤、长裤、牛仔裤都很好看。之外呢？我觉得它搭在那个连身裤里面很好看。对，因为就是露一个蓬蓬的，对，露个蓬蓬的像你这样子啊。而且它是没有垫肩，但是我这样穿下，它就是它的剪裁，它其实很自然的，很蓬，自然的，对，它是很自然的。看它的内里，我觉得它真的很舒服。对，它的内里是这种的，不流汗不会粘住的那一种材质的感觉，但是它表面是有点小小的磨毛。对，它两边是不一样的哦。对，我觉得这个很高级，很高级。对，然后它的领口是把它做包边的，对，然后这边的话，因为它维持它的立体度，这里就是没有做包边。对，它碎花裙好漂亮哦，再配个珍珠项链，好高级哦，哇，好高级，太美了吧！来，直接也穿好了，来，好好看哦，像韩剧的女主角，真的，真的，我们颜色都示范到，因为我觉得配着很漂亮，真的，然后只是穿那个碎，如果点边的话，这种洋装就是很伤人，可爱，因为上面那种宽宽的，对，知道那种。肩膀就比较宽，然后头就比较小，头好小颗哦。对，哎，这个真的很好看，可以当珍珠项链，珍珠项链，对，那个穿吊带裤也是这样搭，我觉得很好看。